欢迎收听《穿越甜宠养成小说》《胡飞别惹火》，本作品由广东畅读出品，作者阮卿，演播蓝月蒙面侠、千般风流。第31集，我哋一齐去睇下佢啦。上集讲到，小狐狸见到美人就跟咗人哋走，轩辕羽就追咗上嚟啦。弊家伙啦，呢个轩辕羽咁快就追上嚟嘅，我唔要返王府啊，我唔要啊。清晰见到轩辕羽之后，佢深深知道自己即将又被限制行动啦，所以佢缩咗下个身，希望可以喺玲珑嘅怀里面将自己匿埋。轩辕羽指咗阿清晰，讲出咗自己嘅来意，抱歉打搅姑娘啦，不过姑娘怀里面抱住嘅系在下嘅狐狸，唔知道可唔可以将佢还返俾我呢？公子话呢隻狐狸系你嘅，有咩证据呀？呢个大街上嘅人鱼龙混杂，冇理由随便一个人话自己系呢隻小狐狸嘅主人，我连问都唔问就交出去㗎。一边讲，玲珑就将怀里面嘅清晰抱得更加之实啦，好似下一秒佢就要走啦咁。哇，靓女姐姐好嘢呀，清晰简直就嚟要鼓掌啦。虽然在轩辕羽的身边确实是可以令到他的法力提高，尽量提早修成人性，不过他都还是不是太想回去那个禁锢着自己的神王府。既然姑娘都不是这只狐狸的主人，那又有什么权利决定他应该去哪个身边呢？清晰都还是低估了轩辕羽，没想到他一句话就令到玲珑哑口无言了。那玲珑看了下怀里面这么可爱的小狐狸，面露尴尬啦。这个公子讲得确实冇错，自己又唔系呢个小狐狸嘅主人，自然就冇权利决定佢嘅去留。不过既然佢喺呢条街上面执到啲小狐狸，咁玲珑就唔可以随便咁将佢交俾其他人啦。如果公子真系呢隻小狐狸嘅主人，咁你一定有办法向我证明㗎，系咪？好在玲珑唔单止有绝色嘅容貌，个人亦都好聪慧嘅。轩辕羽冇諗到玲珑会咁讲，但係佢自然亦都有佢嘅办法证明。姑娘，如果真係唔相信我係呢隻小狐狸嘅主人，你大可以睇下佢后腿上面係咪有一道疤痕。清晰嘅后腿上面確实係有一道伤疤嘅。嗰、那个係佢前几日喺王府里面玩嗰阵唔小心伤到嘅。玲珑听到轩辕羽嘅说话之后，连忙就耷低头去查看清晰嘅右腿。发现白茸茸嘅腿上面确实是一道粉红色的伤疤。看来这个公子真是小狐狸的主人了。玲珑几乎就没有任何迟疑地准备将清晰交回到轩辕羽的手里面。如果公子不是小狐狸的主人，自然亦都不会对他的身上伤势咁清楚啦。虽然玲珑亦都真是很喜欢小狐狸，但是又怎可以将他据为己有呢？既然这只狐狸是公子的，那就理应还返给公子。头先嗰啲说话，若然玲珑讲嘢冇分寸，还请公子唔好见怪。轩辕羽伸手接个清晰，姑娘多虑啦，在下知道姑娘亦都系为呢只狐狸好，唔希望将佢随意咁交到其他人手里边。咁样讲嚟，我仲要多谢姑娘呢。不过公子真系要睇好呢只生性好动嘅狐狸，唔好再俾佢走失啦。虽然狐狸就已经交还咗啦。不过玲珑都仲系向轩辕羽提出咗自己嘅建议，咁系当然啦，多谢姑娘啦。轩辕羽就再次向玲珑道谢啦。喂，轩辕羽，你做咩咁快要翻我翻嚟啊？我都未喺姐姐姐嘅怀抱入边玩够。呢阵时嘅清晰俾轩辕羽用力咁钳制喺怀里边，佢惊一个唔小心呢、这个白焰星又唔知溜到去边度去啦。好彩啱先系碰到玲珑一个弱女子咋。如果是碰到第啲咩歹徒，咁点算啊？虽然话而家都仲唔系冬季，但系已经有好多人准备猎杀狐狸，准备用佢哋嘅皮毛嚟做衫啦。唔将你要翻嚟，唔通你真系要一直跟喺人哋身边咩？轩辕羽嘅语气有啲嬲啦，佢对呢只小狐狸系有求必应嘅，知道佢喺王府里边真系无聊啦，所以先至应承带佢出嚟玩。但系点知道佢居然嘈住唔肯翻去？而且仲趁住自己唔注意嗰阵，走咗去人哋嘅怀里边，
居然到咗而家仲唔愿意跟自己翻去添，或者系感受到咗轩辕宇唔高兴啦，清希就即刻好似擦鞋咁讲啦：，点会呢？我最中意我喺王爷身边噶啦。但系头先嗰个姐姐仔都好可怜噶，我哋一齐去睇下佢啦，好唔好啊？清希讲呢句话嗰阵，仲向住啱先玲珑离开嘅方向睇住。轩辕宇冷冷咁讲：，点解要去睇佢啊？佢就并唔系一个中意多管闲事嘅人。哎呀，轩辕宇，就当我求下你啦，我哋一齐去睇下啦，好唔好啊？唔通你冇见到佢头先伤心嘅样咩？我真系好惊佢会出咩事啊！我哋就去睇下啦，好唔好啊？清希啊，真系好担心玲珑啊，所以佢而家就一味咁挨住轩辕宇，等佢应承自己去睇下玲珑。轩辕宇睇住自己衫袖上边嗰只毛茸茸嘅爪仔，终于亦都心软啦。于是佢就抱住清希，不紧不慢咁跟咗喺玲珑嘅身后啦。你啊，仲真系我见过嘅最中意多管闲事嘅狐狸啦。听到佢咁话自己，清希啊当然唔乐意啦。佢嘟起自己嘅嘴，好委屈咁讲啦：咩、啊？摆到明就系你净系见过我呢一只狐狸。咁你点知道其他狐狸系点样噶？轩辕宇，我话俾你听啊，我哋狐狸系好热心噶。俾轩辕宇抱喺怀里边嘅清希，睇住前边冇几远玲珑嘅背影，唔知道点解佢总系觉得呢个姐姐仔而家好难过。清希忽然间谂起啱先玲珑表白嗰阵被拒绝嘅事。咦，系啦，你头先过嚟嘅时候有冇见到同玲珑企埋一齐嗰个男人啊？听到嗰个男子对玲珑讲嗰啲话，好似系一个几有身份嘅人，嗰啲富家公子、皇宫贵族嘅，自己梗系唔识啦。但系轩辕宇系神王，佢应该会识啩？睇到啦，点啊？轩辕宇淡淡咁回答住。边个可以谂到佢堂堂嘅神王爷，而家居然偷偷摸摸咁跟喺一个女子嘅身后，咁仲唔系因为怀里边嘅呢只小狐狸？咁你头先有冇见到佢嘅样啊？你知唔知佢姓十名水？我听到玲珑叫佢段郎啊，唔通呢个就系佢个名？穿越而嚟嘅清希听到段郎嗰阵啊，就谂起咗天龙八部啦，但系就冇谂到佢呢句话成功咁引笑咗啱先仲一面冷漠嘅轩辕宇。我话小狐狸啊，你真系冇作为人嘅常识啊！段郎又点会系一个人嘅名呢？我本来就唔系人，边度会有常识、啊？清希就忍唔住顶嘴啦。虽然穿越之前清希的的确确系个人，但系而家嘅佢就系一只狐狸嘅身体。嗰个人并唔系叫做段郎，段郎只系心生爱意嘅女子对佢嘅称呼嚟啫。轩辕宇就认真咁向小狐狸解释啦，冇谂到小狐狸都仲系搞错咗重点。段郎系因为佢姓段，咁你姓轩辕，唔通如果有女仔中意你，就应该叫你做轩辕郎啊？轩辕宇就停低咗自己嘅脚步，然后就认真咁谂咗下，咁系咪唔可以？只系如果有女子中意我，我更加希望佢可以嗌我阿宇。轩辕宇嘅呢句话似乎更加似系讲俾小狐狸清希听嘅，不过清希呢阵时嘅注意力就唔喺呢度啦。咁你知唔知道头先嗰个人系咩身份啊？我话小狐狸啊，你今日啲问题做乜咁多噶？我真系后悔带咗你出嚟啦。小狐狸听咗，连忙就摆咗下自己嘅爪仔。啊，冇啊冇啊，王爷，你千祈唔好后悔带我出嚟啊！你一后悔啊，怕且以后都唔会带我出嚟玩啦。为咗自己嘅修为，清希都仲系要喺神王府一段好长嘅时间嘅，但系佢就唔想一直被关喺里边。唔知你头先有冇见到成件事嘅经过呢？嗰、那个好靓嘅姐姐仔本来系想将自己嘅香囊交俾嗰个咩段郎噶，但系就俾佢讲咗一啲好难听嘅说话，仲拒绝咗，而且啊，仲掟埋个香囊落地下添啊！所以我就好想问下嗰、那个男人究竟系咩身份啊？如果有机会嘅话，我一定要帮呢个靓女姐姐教训佢啊！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？下一集更精彩，记得留意收听啊！
32集飘香院睇热闹。上集讲到清戏想帮靓女姐姐教训一下嗰个段郎啊。喺清戏只眼里面应该系嗰个男子配唔上美丽大方嘅玲珑先至系。嗰个人系兵部尚书段宏嘅独仔段义。听讲佢不学无术，而且异常之好色，经常做一啲强抢民女嘅嘢。但系佢身边有好多高手喺度保护佢㗎。如果系你呢只狐狸仔想去整蛊佢，恐怕都未埋到佢身就被发现咗啦。其实轩辕宇呢句话系专登讲俾小狐狸听嘅。佢今日就已经睇出嚟啦，清戏就好关心玲珑啊。而家又听到佢咁为玲珑抱打不平，於是就好担心以后佢会偷偷咁跑出王府，对段义做出咩出格嘅事嚟。毕竟都仲系隻未化成人形嘅小狐狸，轩辕宇就惊佢伤害到自己啊。冇諗到清戏小狐狸嘅心里面打嘅就系另外一个算盘，兵部尚书嘅独仔，听起身都唔系好犀利嘅样啫。咁佢同你呢个神王爷比，边个犀利啲啊？听到小狐狸居然攞自己同一个无赖之徒做比较，神王爷心里面渐渐就燃起咗带住怒意嘅小火花啦。兵部尚书只系一个官职位啫，我堂堂神王系皇家血脉，你竟然攞我同嗰个段义做比较？佢嘅呢番说话，小狐狸就听得好明白啦。佢开心咁就讲啦。咁样就系咯，梗系你犀利啲啦。虽然我打唔过佢身边嘅人，但系你可以啊嘛。原来小狐狸一早就谂好咗，要用轩辕宇嘅势力去对付段义。但系你觉得点解我要为咗一个清流女子去揾段义嘅麻烦呢？原来两个人一路跟住玲珑，居然不知不觉咁就嚟到咗京城最大嘅清流飘香院啦。清戏抬头睇住面前嗰块大大嘅招牌，心里面就不免感叹啦，咁靓嘅姐姐仔点解会系清流女子噶？其实佢觉得玲珑嘅相貌如果放喺现代，绝对系可以做一个演员之类嘅。因为听到轩辕宇把声，玲珑就拧翻转身啦，露出咗一个十分之惊讶嘅神色。公子，点解你会喺度嘅？唔通你一路都喺度跟住我？清戏揈咗下自己条狐狸尾。这个靓姐姐仲唔算太蠢啊？边度系我跟住你啊？系我屋企小狐狸。一讲到呢度，轩辕宇就停低咗啦。弊啦，自己差啲就将小狐狸出卖咗添。在下只系心感无聊，一路随便行下啫，冇谂到姑娘其实系飘香院嘅人啊。听到轩辕宇咁讲，玲珑即刻神色尴尬咁耷低头。虽然京城里面嘅富家公子都中意饮花酒嘅。但系从骨子里面就冇几个系真正睇得起清流女子㗎喇。嗰个段义就系最好嘅证明。我同公子相识都算系有缘。今日我哋飘香院晚黑有表演啊。唔知道公子可唔可以留低观赏一下？仲未等轩辕宇回答，佢怀里面嘅清戏就激动咗起身啦。咩表演啊？我要睇啊。於是小狐狸就好唔安分咁喺轩辕宇嘅怀里面扭动咗起身。轩辕宇就压低咗把声讲啦，唔好喐，安静一啲，玲珑喺度啊。毕竟喺寻常人睇嚟，同狐狸对话亦都真系够稀奇噶啦。轩辕宇原先系准备拒绝嘅，佢一向都唔中意呢种烟花之地。虽然佢知道清戏就好中意啊，不过今日嘅热闹该睇嘅都睇完啦，亦都系时候应该带佢翻去啦。正当轩辕宇准备拒绝玲珑嘅好意嗰阵，从飘香院里面行出嚟一个打扮到花枝招展嘅半老徐娘。清戏一眼就睇出呢个女人应该就系传说中嘅老举啦。果然啦，嗰个女人一出嚟，玲珑就开始紧张咗起身。徐妈妈，乜你嚟咗嘅？嗰个被称为徐妈妈嘅老女人扭动住自己肥胖嘅身躯，一步步咁向佢哋行过嚟。哎哟，玲珑你去咗边啊？你都唔睇下而家咩时辰嘅，我唔出嚟揾你，咁我哋飘香院个场今日就要俾啲客人揼咗啦。徐妈妈对唔住啊，我唔系故意出去噶，我只系……玲珑嘅说话讲咗一半就自己停低咗落嚟。佢本来想讲自己系去同段义送香囊嘅，但系又谂到徐妈妈应该知道自己想讲乜嘢，所以就并冇讲出口。
其实唔使玲珑自己讲啊，徐妈妈自然都估到几分噶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你快啲入去啦。你呢个花灰唔喺我飘香院度啊，咁点得噶？原来呢个靓靓姐姐仔叫做玲珑，仲系飘香院嘅花灰添。清晰喺个心里边就暗暗谂啦，亦都系啊，呢种绝色嘅女子，谂落喺清流里边就系做花灰嘅命啦。清晰都仲系唔想错过任何一场热闹啊，于是就静鸡鸡咁问轩辕宇啦。轩辕宇，玲珑姐姐话今日呢度有表演，我哋真系唔入去睇下？轩辕宇自然就知道佢个狐狸脑袋里边究竟系打咩主意啦，于是就果断咁拧咗下头，抱住清晰啱啱准备离开，冇谂到就被嗰个老举徐妈妈拦咗落嚟。哎哟，快啲嚟睇下呢个系边个？原来系我哋神王爷啊！轩辕宇皱晒眉咁睇住呢个拦喺自己面前嘅女人。轩辕宇就极少出现喺呢个烟花之地嘅，不过呢个京城里边系当真冇几个人系唔识神王轩辕宇嘅。不过轩辕宇只系皱住眉睇住呢个老举，并冇讲到嘢。徐妈妈就揈住个手巾仔继续问啦。神王都系嚟我哋飘香院睇今晚嘅演出㗎。哎哟，睇嚟我哋飘香院嘅姑娘真系犀利呀。唔单止段义公子嚟咗，就连神王都嚟埋呀。段义个名成功咁令轩辕宇嘅脚步停咗落嚟。你啱先话边个要嚟？见到轩辕宇好唔容易答咗句话，徐妈妈就连忙高兴咁讲啦。梗系兵部尚书个仔段义公子啦，佢呀系我哋飘香院嘅上客嚟噶。今晚除咗有我哋花灰玲珑嘅演出之外呀，仲有我哋几个新嚟嘅姑娘嘅初夜竞争，佢又点会唔到场啊？徐妈妈用块手巾揞住半块面，笑到花枝乱震咁。佢已经预谂到今晚自己要赚唔少银子啦。只系唔知道边位姑娘有咁好嘅运气，可以得到神王爷嘅垂青呢？轩辕宇自然系对咩姑娘初夜同埋花灰表演都唔感兴趣啦。世人皆知佢神王不好女色嘅，何况呢啲风尘女子亦都确实入唔到佢对眼。轩辕宇，你听唔听到啊？呢、这个段义系咪头先虾咗玲珑姐姐嗰个人啊？我哋快啲入去睇下啦！哼！正愁冇机会好好地教训佢啊！佢怀里边嗰只小狐狸最中意睇热闹，真系屎唔臭都要控下噶。佢抬起肉嘟嘟嘅爪仔喺轩辕宇面前就揈来揈去咁，已经迫不及待咁出声啦。仲略带自怜嘅声音同埋气鼓鼓嘅说话，再加埋呢只挥舞紧嘅肥爪仔，轩辕宇竟然莫名咁弯咗下嘴角，眼神亦都温柔咗起身。冇错啊！如果唔系听到老举话今晚段义会过嚟，佢都懒得留喺度。既然佢只小狐狸咁疾恶如仇，佢亦都只好奉陪到底啦。心里面咁諗，轩辕宇抬手顺咗下小狐狸背脊上面嘅毛，轻轻讲咗句咁好啦。讲完就行入咗呢个飘香院啦。身后嘅徐妈妈就唔知头唔知路，只系见到神王嘴角带住笑意行入去，仲以为系对呢啲姑娘感兴趣添，笑到就更加有牙冇眼，全身都乱震起身。神王真系家大业大啊！今晚如果将神王侍候好啦，仲怕捞唔到着数咩？徐妈妈心里边一边谂，更加系高兴到揈住手里边嘅手巾，亦都行入咗大厅，个嘴里边就嗌啦：各位姑娘，同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啊！四面八方都传来咗千娇百媚嘅回应啊！徐妈妈，话说这个飘香楼不愧是城中的第一清楼，行入大厅更加是别有洞天。整个大楼中间都是镂空的，四周围呢就一层一层地盘旋而上，视野亦都显得更加开阔了。而这个正对大门的二楼中间做了一个突出的平台，看看四周的装饰，想落这个就是班姑娘平时表演的舞台了。二楼的对面正对着舞台做咗大大细细嘅雅阁，唔单止有独立嘅空间，更加系可以清楚咁睇到台上面嘅表演。咁一定就系大户人家、有钱人嘅专座啦。清晰到底可唔可以如愿以偿睇到表演呢？我哋下回分解啦。